来，这儿走。黑金装，这箱子不错。大红袍，端午送人可以，想开吗？当然可以。猪牙骨，哇哦，这种就是，对，它十条，量大，拿一条吧。哦，可以，好看，盐香，盐香大红袍，外边一箱，我们谈的是168一箱，不是。这个外面这个咱们每次找的这个外面都太邪乎了，我觉得这个300-400是对的，你能谈到100多不错。哎，我们100就不行。一包是10克，每条里边有5包，相当于是一次5克，1.69元。嗯，哪儿的？哪个品牌？嗯，地理标不是，我说哪儿的产区啊？产区武夷山。那这一共多少炮？一共每条5包。哎呦，怎么回事你们一共多少炮？十条，每条有5包，一共50炮。哦，对，50炮。那一炮多少钱呢？一炮1.69元，大红炮。算的对吗？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69，我算错了是吗？肯定算错了。三块多啊？不是，到底是不是50炮？每条5包，一包10克，因为我算的是一次5克，3块多。但是我算的是一包3块多，一炮是1包来泡2包，因为它一包。等，咱就说这个一袋是3块多。不是，3块多就相当可以了。那你1-2块我都不敢喝。嗯，干嘛？您看看，要不要上？我喝喝吧，我看看有啥用。这个是2022年的，然后可以适合三炮。二龙峰他们家的。他们家专门做那个茶叶供应链的，醉的少，确实还行。嗯，好喝吗？它好香呀，我闻到香味了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可以。就这个价格，我觉得就非常可以了。它这个液体。还有这个包装也很火，这么大一个箱子里头10条，送谁谁不迷糊，开心嘛。然后才多少钱？3块多一包。不是，169，我就可以了。马上到那个端午节，6月多少？22号我记得是，正好还有1个月时间。它里边还有很多礼袋，就是做送人的啊。买一箱100多块钱。哎，你买的是一个双人两的，这么看还挺帅的。